那么瘦，还有80？去，那边有一个更壮的。干脆一起。用力一点啊，钱都给完你们了。哎呀，你这个钱真的不好赚了。这个老板啊，我以为你带我去哪里赚钱，原来是做这个。早知道就不接这点生意了，没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